我早才回来，哪有要结婚者？阿嬷打电话来叫咱拢回去。阿嬷叫咱回去，啊是啥物代志啊？你袂记得了？阿姐应该要办喜事啊，阿妹妹要结婚啦，阿嬷叫咱回去吃喜酒啦。啊，啥物时阵啊？明仔载暗时六点啦。明仔载哦，啊明仔载拜三，不闲个呢。这礼拜开始拜三暗时拢有客户班啦。阿姐应该办喜事呢，你无去真失礼啦。啊，新川哦嘛特别请假转来。啊无，啊你佮珊珊新川哦，你代表我去啦，我真正无法度去啊。啊，客服班有遐尔济老师，你教好因就好啊。袂用个啦，老师是负责把囡仔教好好，我都要负责把大家饲好饱，恁去就好啊啦。啊，你去甲阿妈讲，讲我有重要代志，袂用个转去，哈。妈，咱偌久无转去啊？啊，为什么别人的代志永远拢比咱家的代志搁较重要啊？你就袂当为着阮家囡仔破例一届？歹势啦，我实在是吼。算啦，你，你就当作我无问啦。阿豪，来啊啦，来啊啦！秀兰啊，你哪会搁摕遐侪物件啦？哎呦，大家知影哦，客服班爱上课啦，摕物件来给囡仔食。安尼哦，哇，多谢哦。啊，对啦，小文姐嘛，啊，你即马敢有闲？敢会去甲我斗煮啊？我一个人实在无闲袂过。我嘛闲斗三工哦。当然嘛会闲个啊。啊，好啦好啦。来来来，我来我来，我来啦，我来啦，来啦。香的啦！哎，阿玲哪有碗伫倒位啊？哦，伫这个桌仔内。不不不不不。哦，吃吃吃。秀兰啊，是讲哦，我平常哦无啥物专长啦，啊结婚了哦就无咧做工过，提出来顾囡仔啦。我这个人哦，无啥会晓讲话呢。啊，不过哦，煮哦，我就搞做呢。以后这客服班要煮物件，阿弟就跟我讲，好不？哦，安尼就好诶。以后我就足轻松诶啊。啊，你们较早讲呢？哦，平常哦，我嘛因无代志做啦，啊，会用哦来吃哦，甲囡仔煮物件，我们就欢喜呢，好不？哦，来吃哦，小文静嘛。也搁有社区厝边头尾，拢遮尔啊支持客服班，我相信以后一定会有愈来愈侪人加入客服班。妈，明仔来啊，我要去阿妈因家哦。你把这个红包哦，摕去给你阿叔啦，替我甲伊恭喜一下，顺便甲伊解释我今日是安怎便去，好。好啦。好。好。进去，进去，啊。十题太多了啦，那六题、九题、七题、八题，好了，不可以讨价还价了。八题。客服班才刚开始呢，以后一定会有愈来愈多学生来上课。乔文考虑了无唔对啊。乔文姐姐，可不可以先吃点心？在吗？叫他妈啊！
孩子们喊肚子饿了，可以先吃点心吗？可以可以啦，今天哦有煎素鸡块哦。耶！赶快写，马上帮你们准备哈。已经这么晚，我喜酒应该早就结束啊，啊，是安怎还袂回来？爸，我回来。啊，回来。阿华，啊，今仔日的喜酒敢有留咧？我真忝啊，先来睏啦。珊珊，阿玲哥哥是不是还搁咧生气啊？哎呦，哥都脾气较骨强啊，过几工就好啊。啊，今仔日的喜酒敢不顺利？我已经有甲包贴啊阿叔啊，啊，我替你好好解释，你别烦恼啦。阿公甲阿妈身体安怎？阿公的身体是袂歹，不过阿妈观察起来老毛病，骨压起来啊。咁唔严重，就讲有当时会痛到无法度煮饭，不过爸有带阿妈去病院看医生，摕药啊。我明仔载会去看恁阿妈啦。妈，爸最近无啥好呢。迄个文峰阿姨，怀疑爸伫外口有别个查某，逐天甲伊冤家，连阿公阿妈。莫甲我讲恁爸爸的代志啦，我即马甲伊无任何关系啊。哦，我想来去房间。最近无啥好呢。那好啦，连我家己也无放下过去的代志。